开始放双方雷达。赖佩儒，其实赖佩儒很难不稳。张嘉文如果放下他就下去了。哎呦，差点，差点，差点，很用力的在冲刺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张嘉文的两只手把身子这样打开来，好像在跳空气啊。还没比赛，还没比赛，你在干嘛？好好好，哎，我跟你讲，我这个放花三千块是白花的了，那就自己摔下来了吧。预备，预备了，一分钟啊。哦。加六分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突然间哨子都有了。哎，你为什么有哨子？我这个哨子专门吹违规的。哦，哪有人跳这边又跳这里的啦？哇！哦，风车转车，来啦！哇！来啦！哇！帅帅帅帅帅！666。我们看 NBA 是整个这样吗？对对对，大车轮，大车小车轮，对，厉害，小车轮，小车轮，对对。好了，飞人灌篮，准备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怎么了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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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正面吗？要不然不能，这样很感觉很奇怪啊。背对，背对，转过来，背对，背对，转过来，对，背对就 OK 了，这样可以啊。而且你也比较不会害怕。哦，对的，比较不害怕。好了好了，这样好不好？这是。我的爱人。喂。小小明老师。好，这样背对了。好的好的，要这样这样。OK 啊，好。好，没话说了啊，不要怕。准备了，准备了。来喽。来，这样可以啊。真，这次要真的来喽。准备了。加油。OK， 华哥加油！来，他加油不是我加油，我在加油什么？来了，飞人灌篮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飞我！飞我！接地球，季永勋，哇，在干嘛？好烂，差点，差点，完全空空，好烂哦，烂透了。没有打到吗？一根也没有。他厉害是球还能钻洞进去。我们没有感觉到。然后真的打弹珠，比那个台风还要差。连晃动都没有。微风狂潮。差嘛差嘛。第二棒第二棒。你一直叫我，他说他都没有感觉。郭宗耀。来二棒郭宗耀。郭宗耀看有没有奇迹哦。一次倒两根啊。